我是 Cathy， 我在洛杉矶已经住了31年了。我们都有责任让民主发挥作用，成为一名选民。就这次选举，提前投票会避免选举日的大长队。成为选民非常容易，避免排队，节省时间，通过邮寄投票，前往 plan.olivevote.gov 制定投票计划。